佛家教他的子民要学会放下，对吧？要放下，要放下，越放越放不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已经教过了，要放下怎么放？转念嘛，就这么简单的技术，为什么不用？刚才大家那么怀疑。Grace， 你要说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是想像老师刚刚说的四句偈嘛。其实烦恼的时候就赶快念，对嘛？一切有了交代，对嘛？就放下了嘛，转念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不是很明白，已经放下什么？已经一切已经有交代什么？就是最后那一点，感恩一切有了交代。你为什么要感恩？一定是还不错的交代，你才会感恩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先感恩了，那个交代应该还不错吧？这样懂不懂意思？可能有什么牵挂呀、牵念呐、然后就是你自己去攀援一些想法，可能你就感谢一切有了交代，就放下了。好，因为你所有的思维是有能量的，好、你越想的不好的，他就真的会随你所想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想着想着想着，你说：“哎呀，真准！你看昨天晚上我整晚睡不着，想的今天都应验了。”那我就问：“那你那个应验是你要的吗？”“啊、不是啊，但是很准啊！我想的这些都是我在考量的范围里。”那你就去做个实验，哪天你不想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在你考量范围里？对不对？所以我经常说：“你不要认为老师我说的对嘛，你去做实验。”对不对？真的是那么回事，你再来相信太阳神的也不迟。对，我这人很客观的，我就不相信是真理，你不会练到真的看到那个蹊跷。